我现在好冷，你赶快抱着我啊！我们等一下的那出剧呢，就叫《流浓花园》。他干嘛？小姐，你怎样睡？小心，周边还要生小孩。把我的身带绑在这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压你，还上来啦！嘿，我。看看你们家的龙山酸菜，你把眼睛闭上，我们以后还是彼此相爱的。你现在眼睛张着，你没办法爱我了。你小臭怎么那么厉害？开玩笑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？快点，要演内心戏，快！我有一个请求，你先过来蹲这边，抱着我起来。快点。我最近比较瘦，你听好。我现在好冷，你赶快抱着我。啊！咔咔咔咔咔，这样演不对。来来，我演你的角色来。对对，他示范一次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酸菜这个角色哦，就是要很活泼，因为这个结局哦，要让观众流泪。哎哎哎，对不对？要有一点那种感人的戏。老师，音乐来，三四。叫我龙三，不要叫我三四。我现在好冷，这样有没有舒服点？熟悉，今晚有些改变。现在，我这里。黑带重现江湖。西瓜撞自己头，岳鹏看你了，倚天屠龙记张无忌拿出倚天剑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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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继续加油。有点像呕吐，有点呕吐的，脑震荡的，脑震荡的，实现了，总共，来把西瓜全部吃完。